点人是吧？别说他的吧。对。没事吧？这个大天鹅又在这儿了，看这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又在这儿了。他也怕那个乌龟。可以呀、啊。这个声。那一只蛮漂亮的。嗯。啊，对，两只啊，这儿有一只，那儿有一只。这个吗？哎，我出汗，出了一眼睛的汗。看我这汗都流到眼里了。你这么热吗？对啊。哎，这群那个小鸭子又出来了，这不上次那个小的吗？对吧？
只小鸭子。那小鸭子也就一个巴掌大，一个手大。看人都在这个草地上玩呢。它一啄那种那油脂腺就分泌了，啄着就能它的嘴它往鼻里往鼻鼻子里面冲，看到吗？它这个有油脂，它的毛囊在水下就不湿。看得见吗？